在我的世界，法治是没人受到欺负。你知不知道你们现在是在破坏香港现有规矩和繁荣的生态？你是习惯了贪污吧？我给钱求人帮我做事，跟我收了钱帮人做事。走。这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、和谐、平等、法治。有危险是好事。那么就留给社会判断。